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跟大家介绍这个疗剂叫做 Vaccininum 是 Vaccinoso 或者是牛痘的疫苗。就是说这个疗剂呢是从牛痘种天花牛痘的Cowpox 的疫苗里面是制造的。我们知道呢，我们疫苗本身的毒素呢是可以搞出很多的慢性的毛病。我们的 Contemporary 呢，这位医生呢直情呢就起了一种名呢叫做疫苗，即是天花牛痘做出来的病。那个病名叫 Vaccinosis， 就是因为打天花针做出来的病。咁另外这个 Vaccininum 呢可以处理呢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一种那个 Whooping Cough， 是那个白日咳。咁呢个都系无意之间呢就有个医生呢要处理那个帮嗰啲细蚊仔打针嗰时候呢，就发现呢打一打针佢嗰个本身嗰个白日咳呢都好返咗嘅。其实疫苗下天花疫苗中痘出来的症状其实是很多样化的，包括神经痛、顽固的皮疹、寒冷的尖寒，还有消化不良加上那个胃气胀，都是这个 Vaccinosis 这个症状，还有那个就 Whooping Cough。 Vaccininum 呢也都本身有处理很多皮肤那些爆疹、皮肤那些、生长物、生那些、粒粒、生长物、不安、个人整体的那种即是不舒服病那种作病那种感觉啦，个人很累很懒惰惰啦，整身都很累的、那个人呢就想伸展舒服一
咁同埋咧嗰種攰咧係好不尋常嘅疲倦嘅。咁小孩子咧就中意俾人抱啦，啊，同埋咧有啲人咧就打針嗰陣時候咧就即刻會暈倒嘅。好啦，咁其他嘅譬如啊個人會敏感啊，冇耐性啊，好緊張啊，哭泣啊咁樣，同埋睡眠不安啦、啊，不安定啦、啊，啊呢啲咧都係從呢、這個嗰、那個啊打嗰、那個。啊、天花疫苗針之後的問題有關的。好了 ,Garrison 呢這位醫生呢曾經呢是處理過一位、50歲的、女士。這個女士呢背後呢是屋企呢是有家族的有、肺癌的。這位女士呢是兩邊肺尖呢都是差不多 是已經、硬化了這樣。咁同埋過去三個月嚟咧，就不斷咁體重消瘦，啊，同埋好嚴重嘅晚上嘅盜汗，咁仲最主要咧就係不停咁嘅咳嗽，啊，同埋咧係大量嘅痰吐出嚟嘅。咁 Garrison 咧就俾 Vaccinium 200C 一劑俾佢，俾一劑，咁喺一個禮拜之後啦。佢話咧，佢已經冇咗嚴重嗰啲咳噶啦。OK， 咁跟住咧就一食咗之後，啊，咁跟住慢慢地咧就越嚟越少啦。咁跟住咧，處方咧就係每一個星期咧一劑啊 ，Vaccinium 一劑咁樣樣。咁到六個星期之後咧，佢就基本上好翻曬，可以翻工噶啦。好啦，另外一位醫生 Frolic 咧係處理咗一個小朋友，六歲嘅小朋友啦。咁佢係有腎炎嘅，啊，係因為打咗針之後，七日之後咧打呢啲嗰個牛痘疫苗針之後咧，就出現咗個腎炎嘅。咁佢主要嘅第一個症狀咧就係眼蓋咧係浮腫啦，跟住咧高遠咧又腫又痛啦，啊，咁到第14日咧。個尿咧就開始有血啦，咁同埋咧陰溝嗰度嘅腺體咧就開始脹大同埋痛，咁同埋只腳咧有少少水腫嘅，咁而佢尿液都開始含有啲血同埋蛋白啊，一個禮成個月嘅，慢慢地一路慢慢地咁先要即係食咗療劑之後咧，咁就慢慢康復咁樣嘅。咁 Gondenberg 咧，佢觀察到咧 ，Vaccinium 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症狀咧，係出現喺零朝頭早嗰陣時候嘅。呢個症狀咧就係話咧，就喺凌晨朝就喺夜間下，就因為嗰個前額痛啊，或者眼同埋嘅前額痛，好種撕裂嘅痛，同埋咧喺太陽雨咧係一種刺痛呢種感覺。咁令到個人醒咗，成個人醒咗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呢個 Vaccinium 啊，個牛痘疫苗嘅療劑嘅其中一個症狀嚟嘅啦。咁所以呢個療劑咧，係好多時候咧係用喺一啲好似作天花啊、爆天花呢啲咁樣嘅症狀嘅。咁當然咧，喺目前嚟講咧，我哋基本上可以話天花咧就已經絕咗跡啦，已經冇咗噶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有啲人嗰啲病嗰啲爆嗰啲疹咧，就好似天花。嗰類咁樣嘅樣嘅，咁所以咧，我都可以應用喺呢個疫苗牛痘疫苗呢個療劑嚟嘅。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銅鑼灣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